Sí.你是？我是绿宝集团的销售员张芝芝，能不能耽误您15分钟？不能。哦，我想给您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最新产品。我不想听。但是，你们之前来的销售员呢？我同事他今天有点事儿，所以我们领导今天派今我天来就的。派一个连话都说不明白的你来是吧？你们绿宝集团还真是啊，越来越没品了。不，我今天是。是什么？麻烦你回去转告你的领导，我们奇爵科创不会用你们绿宝集团的任何一款产品。从此以后，你和你的同事们自尊自爱，不要再来骚扰我。苏总，这是我们公司最新产品的介绍，如果您有空的话，麻烦您看一下。如果您需要的话，您就打给我。我这才用了1成功力，竟然被你偷袭到了，别得意啊！再来。哎，你找谁？你怎么进来的？
运气好罢了。嗯。换个游戏。我就不信了。你随便挑。联盟总会吧？会啊。走 ，solo 一把。别拦着我啊！电一有号吧？你也在电一啊？不高，钻五而已。号发我，拉你。这个。你是艾大人？哼，正是在下。不是吧？我是你的死忠粉。是吗？你所有的比赛视频我都看过。哦。哎呦！希望我们这次合作愉快。愉快，肯定愉快，愉快，愉快，愉快。哎呦，见到活的大神了。继续努力啊！我加你个好友吧。哎，好嘞，好。看看。看看，关小棠，我爱你。关小棠，我爱你。关小棠，我爱你。这次不后悔把我带出来了吧？我问你，我让你让着梅总，你为什么不听？我为什么要让着他？你想做人家的生意，你就得让人家高兴。可是啊，我做事儿得先让自己高兴。你从来不顾虑别人的感受吗？我顾虑自己还顾虑不过来呢，我顾虑别人。我以后不会再带你见客户了。为什么？不是，这次要没我的话，你根本就拿不下梅总。你那是阴差阳错。我是实力说话。你根本就不懂应酬。我只是懒得虚伪，好吗？再说了，你当那些客户傻呀？看不出来你那些套路。与其让人家先看出来，还不如主动出击，大开杀戒，把人家揍得服服帖帖的，这生意啊，也就自然水到渠成了。你哪来那么多道理？基因里自带的。不过啊，有些客户还是吃你那套。大多数客户。哎，所以啊，姐姐，你下次出门还带上我，咱俩双剑合璧，天下无敌。